大家好，由 ST 同大家倒数，屯马线仲有六日就通车啦。咁根据呢个乘车指南同埋行程指南咧，除咗港铁成日宣传嘅乌溪沙至屯门要73分钟，仲有比较少人讲嘅就系呢一个新路段要10分钟，去到钻石山就12分钟，显径15分钟，去到大围就18分钟。不过搭去大围嘅话，都系建议搭翻东铁线，车公庙至乌溪沙。基本上在轉車的時候都蝕回了時間。